结晶，可是你刚刚是它有点急速溶解哦，啊，它急速溶解完之后，它变成没有很均匀的散到整个全部里面去，所以它变底下是浓度比较高的，所以浓度比较高的话，它现在有点是液态，哇，这还有趣哦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东西，感觉好像波妞，啊，波妞软软的，波妞，墨迹，墨迹，它才不是波妞嘞，波妞就这样软软的。OK， 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还是要把它给溶解开来。